恋爱奇艺，单身拜拜。大家好，欢迎收看由 UTV 杭州影视频道和播视网联合为您打造的全国首档全媒体互动交友派对《单身拜拜》，我是江哥。首先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们，欢迎你们！欢迎我们的点评嘉宾立波老师，欢迎你。同时在节目当中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都将获得无锡风博服饰提供的定制礼服一套，以及由卓胜大酒店提供的价值888元的烛光情侣豪华套餐一份。同样，各位也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次为各位预告一下，在8月23号，就是农历七夕情人节，播视网单身拜拜将联合良渚农夫乐园举办浪漫七夕夜专场活动，单身男女可以到现场进行报名，参与到节目当中。活动人员可以登录到单身拜拜的官方微博进行了解。那么这个七夕节也希望和你们一起共同度过。下面首先来看一下男嘉宾的第一段微笑。Bonjour, merci, hello, thank you.杨曼恩信，啊，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巴黎的大学的毕业生，我毕业于巴黎一大，我学的是奢侈品专业，我的中文名叫吴成英，法文名叫 Frank C， 我觉得我还是来自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因为我的家族现一直从事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很多年了。因为我读书比较早，毕业的比较早，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家族生意。我以继承身份良好的发展了，我们家族在巴黎的事业。我在2001年的时候因此获得了巴黎十大青年奖。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跟收入都还很稳定。事实上，我在中国跟法国的房屋都是只有一个人住。所以有些时候通常下飞机的时候，就是刚提着行李箱刚回到家的时候打开门，就是不但没有亲人，而且是一阵阴风吹过难以言语。所以我很想找一个伴，就是都可以在我回家的时候有一个人等着我。微笑已经放完了，场上呢有两位女嘉宾没有亮灯。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现场是否有女嘉宾愿意补位。一提到法国巴黎，我们就会想到浪漫两个字，那希望男嘉宾今天能浪漫牵手，把第二现场先举手的两位女嘉宾送入第一现场。下面有请女嘉宾们换位。请上场嘉宾请亮灯。下面有请到是男嘉宾吴成颖，有请他。大家好。你好，来。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说出你的爱情宣言。大家好，我叫吴成颖，我是一个法国毕业生，我希望牵好你的手，走好每一步。牵好你的手，走好每一步。来，下面为你测一下你的心入女生。好了，各位女嘉宾们请提问。你说你来自法国吗？大家都知道嘛，巴黎是一个时尚之都嘛，然后奢侈品也非常的多，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奢侈品的话，那种比较有名的牌子啊，用法国语怎么说呢？哎，这还真没听过。举个例子，就法语怎么发音，比如说 LV 啊什么的，要怎么用法语发？ Louis Vuitton，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标准，但应该是这么发行。那类似于其他的呢？就这一个 LV 吗？比如说其他的奢侈品牌呢？香奈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香奈儿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发，但是他说到奢侈品，你又是学奢侈品专业，对呀，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不是很确定，但我可以读一下，试试看 ，China。那你说你是学奢侈品牌的嘛？那你肯定要跟别人介绍。你说你来自法国嘛？那肯定人家要问你。那你要怎么给别人介绍呢？就那我就这样说好了。那你介绍一个你奢侈品品牌里面，你给客人介绍你比较熟悉的，你要怎么介绍呢？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位姑娘啊，到法国了，你要给她介绍一下法国的奢侈品牌，也正好是你学的这个专业，你应该是拿手。问题是现在在法国介绍全是中国人。对，所以他也是中国人。
没有，中国人讲中文专门在介绍，赶快赶快买呀、啊！不是，其实奢侈品管理，不光是就是像你这种什么导购的意思，其实我学的更多的专业知识是关于那种品牌效应啊，还有这个产品在企业所能产生的利益的效果。哦，那没事，你就谈谈品牌呗。谈谈你觉得法国，你觉得这么多奢侈品牌里面，你觉得哪个最有这种代表意义？比如说它历史也好，它的这个现在的营销情况也好，什么 LV 啊、香奈儿啊、迪奥啊，像他说的这种。你觉得哪个品牌最合适？就介绍一个品牌。啊，对对对，你觉得对？你觉得就适合你这个专业来介绍。我觉得现在的企业里面有一个企业的牌子就蛮值钱。我觉得像阿联酋，虽然不是法国的公司，但是我觉得这个公司的牌子啊，无论企业啊，还有效益啊，都我觉得属于世界顶尖的。我觉得男嘉宾啊，我是在问你法国的那个奢侈品牌子要用法语怎么介绍，不是让你用中文大家都听得懂好吗？就简单的说吧，你就说几个你了解的法国奢侈品品牌吧。你学这么多，你随便说几个，说个20个以上应该没问题吧？十个，用法语吧。你先说法语，我听一下，我能听明白就让你用法语，听明白就让你用中文。Louis Vuitton， Nesbon。那第二个什么？第二个中文应该是铁查尔的意思吧，就是法国的一个，就是相当利群，就是比如说香烟一个牌子，中国很难买到。这属于奢侈品吗？我觉得还算比较贵的吧。还算比较贵。顶级的黄鹤楼吗？那可能是这样吧，这个软中华。我这是东冲瞎唱，就聊点就是他讲的，就是你留学当中一些比较好玩有意思的事情啊，跟女嘉宾们说一说，他们想聊这个。就比如说你走在巴黎这个埃菲尔铁塔下，坐那儿喝咖啡，感觉怎么样啊？就开始说，他们就要听这个，你跟他说。其实埃菲尔铁塔一点都不斜，它很直的。啊？谁说它是斜塔？来，小奈。男嘉宾可能有点紧张啊，很多问题可能就回答的有点那个。然后，那我就问问你比较熟悉的，就是你那个所在的那个巴黎第一大学，因为我据了解它是就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然后历史也很悠久。那你能说说，就是你们学校有哪些就法国历史上的名人吗？据我所知，像什么居里夫人啊，也是你们学校的，还有哪些吗？是一个文化层次的交流，就有哪些校友，就像美国哈佛大学出了很多美国总统一样，你们那学校出了哪些名人？我记得前任是不是这样说？反正就是上一任的意思，总统也是这个大学毕业的。谁呀、啊？前任呀，前任。谁呀、啊？叫啥名？我有点记不起来他的名字。你也记不住。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可能在学校里不太出去玩呢，也有可能对整个城市啊或者是整个法国不太了解，但怎么连你们学校的事儿你也不太清楚呢？这个肯定有这种校史展览馆吧，你应该去看过吧，就是哪些是优秀的毕业生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基本没有去过，有时也是路过。男嘉宾说了那么多，然后我们女嘉宾也问了那么多关于法国啊关于你学校的问题，然后我说男嘉宾你怎么什么都讲不出来啊，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对男嘉宾有一点点你的自己说的经历有点质疑。然后我以前看过一本叫《读心神探》的电视剧，然后他说在讲话的时候摸下巴摸鼻子还有摸身上，就说明那个人心虚在说谎。李伟老师，你对这种微表情有研究吗？谈不上研究，但我觉得小南说的还是有点道理，只是那个摸下巴是我经常的事儿，看来我节目里老说谎。李老师经常撒谎在节目里。来，我们先进入到男嘉宾的第二段微笑。我之前有过一段比较长时间长达5年的谈恋爱，当初毅然决定跟他在一起，是因为我跟他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每次到晚饭的时候他总会第一个想起我，
然后每次都打电话联系我，然后每次如果我们不出去吃的话，他都会做好饭等我。可能是我们两个人生在一起生活太久了，我感觉我的生活完全被他融入了，他就像我餐桌上的一杯水一样，随手可得。他也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生活的重心，或者当做一个生活的另一半来看待。日子一久，他觉得没有必要跟我再生活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毅然决定离开了。我就像其他早恋的同龄人一样，我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了。虽然我很喜欢我的女儿，但是我在法庭上败诉给我前妻，法院的法官将我的女儿判给了我前妻。虽然我没有能跟我女儿在一起，但是我还是经常会看到她，会想起她。这第二轮比赛有点突然，是吧？我感觉你像在给我们说相声，一会儿就抖一个包袱，一会儿抖一个包袱。男嘉宾，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你女儿不是跟你老婆在，不应该不是老婆了，跟你前女友在一块生活对吧？难道你就不想她吗？我刚跟我前女友分手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很想她的。那你为什么不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呢？既然你们两个都愿意要这个小孩，你为什么就在他看来不重视他呢？那个，现在你有参与就是履行这个抚养的义务吗？有，每个月有10万吧，人民币，然后就是夫妻共同出，他一半我一半，就是把他抚养成人嘛。什么叫共同出？就是 AA制。我觉得一个人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跟他一起承担。他已经是他抚养了，不存在，应该是你给他，不存在他再拿出钱来。你给他钱不就完了吗？干嘛要他再拿出钱来呢？我觉得，如果让我一个人全部承担的话，我实在有点吃不消。没有让你一个人承担。那这个数字是当时判决的，还是你们私下协议？私下协议的。如果10万人民币折合成欧元的话，这个孩子也够奢侈的。是多少？事实上我们打算他长大之后有最好是有房，然后会有一定，至少就是有一点点的经济基础在，然后再脱离独立吧，就是不要太穷，就是稍微有点，稍微有可以过生活。你一个月10万人民币给一个孩子，你还怕以后他没有房子吗？你还怕以后他没钱吗？不是，我更高的房价是，我并没有打，就是我打算就是他稍微大一点就让他独立。我比较，你已经不是他的抚养人，你凭什么说你要让他长大之后就独立？我也知道我这个说这句话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我还是希望有参与到他的。那你有跟他的母亲沟通过吗？沟通过这件事情。他也同意这样说吗？他觉得还是到18岁再说吧，我觉得他早一点会好。那多早？12岁独立，就是拿着钱去干嘛？不上学？上学啊，就是如他要读书的话就一直让他读。南平，我一直跟你沟通下来，我觉得特别累，跟你讲。包括前面让你介绍一下法国，说一下奢侈品牌，哪怕用几句简单的法语形容一下女嘉宾，你都写得那么吞吞吐吐，那么吃力。又说到你前面这一段感情经历，突然说有一个前女友，又是法国籍的，而且又有一个2岁的孩子。但是说到现在，我感觉，说我可能我这个人怀疑性比较强啊，我觉得我感觉有点都是抓不着的东西啊，都是你空口无凭你说出来的。那就你说的，你10万一个月给孩子，这感觉你就随口，杭州话说随口荡荡就出来了。他不是一直给下去，就是到一定的年份吧，差不多。我知道到一定年份，你感觉就说不上来，总觉得就是有点不靠谱。场上的8盏灯全部都灭了，来，女嘉宾为什么灭灯？小戴，我觉得男嘉宾你何必呢？你说你要扯淡，你扯谎，你也百度，好歹也百度一下好吗？这个一些就算是读过小学、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的一些关于欧洲的事情，你都不知道。然后
问你关于你那个学校的事情你也不知道，问你关于法国有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然后让你说几句法语你随便扯几句，然后让你再多说几句你也不会了。我说我真的很质疑你今天所说的一切的真实性，我觉得这样一个虚伪的男人，不管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朋友，还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觉得都是很有问题的。好了，我们再有最后问一位女嘉宾。男嘉宾，你这是在拍戏吗？太想当导演了吗？还是你在法国有翻译？面对女嘉宾的质疑，你怎么回答？我觉得我是真的不需要质疑。你是真的不需要质疑。这样吧，如果说按照节目规则呢，你应该有一个男生权利的时间，但是我决定不给你这个权利。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你所表现的是虚伪，如果说这一切都是虚伪的，我更不应该给你这个权利。再见。我觉得没什么好质疑的，而且我就经常住在杭州，我在杭州也有房产，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没什么好质疑的，我就。恋爱题，单身拜拜。即使有渴望，也不敢。你放心，你我会知道吗？愿意把你的下半身捂在我身上吗？感觉这里和以前很相似的。恭喜两位成功牵手。好吧，来看一下下一位男嘉宾的心随意动。大家好，我叫林文杰，今年36岁，来自安徽宿州，目前在杭州一家旅游公司开旅游大巴车，平常就是上上网啊，玩玩网游，然后就是出去跑跑步，基本上是外面就是没什么活动，休息在家基本上就是宅在家里，也许就是人们常说那种传说中的宅男吧。啊，因为我家里是只有兄弟四个没姐妹的，可能从小这些家务之类的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然后洗衣服做饭嘛，比如自己的衣服破了都是自己去补，自己的电脑啊坏了然后都是自己来修，自己去弄，买过几部两三部出租车，那时候比较早，生意都是不太好做的，都是赔的，因为自己特别喜欢车，然后自己又买了辆吉普车，然后是自己在家里开开玩的，最后都把它当废铁卖掉了。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还会继续去买车，平常没事的时候上上网，喜欢看各类车型，一些车展喜欢去看一下，可能是不是我这个理想当中最喜欢的就是车了，因为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去做一名司机。比赛看完了，场上只有一位女嘉宾没有亮灯，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现场是否女嘉宾愿意补位。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作为事业来做，我想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之一。那之二当然是牵手一位心爱的女生，希望男嘉宾今天会拥有这样的幸福。那么把第二现场先举手的子墨送入第一现场。下面有请女嘉宾们换位。新上场嘉宾请亮灯。下面要有请上男嘉宾刘文杰。老师好，各位女嘉宾晚上好。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说出你的爱情宣言。我的来自安徽宿州，在杭州一家旅游公司上班，我的爱情宣言就是简单就好。简单就好啊。首先来测试一下你的心动女生。好的，微笑已经看完了，我们这位是非常爱车的男嘉宾啊，买了很多车，到最后都把废铁卖了，我这替你心痛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微笑当中也提到说平时有些东西都是自己修修补补的。对对对
就经常就电器坏了能自己弄吗？还是基本上我家里就没什么电器，因为我一个人嘛，只有一台电脑。我要去就一个手电筒，坏了那换个电池。然后经常反正没事嘛，我就反正拆来拆去的，因为我以前没学过这些东西嘛，然后出来就开车，后来我现在装系统了，什么东西都我自己慢慢的我都会学会了。家里东西都是自己修的。哎，我特别想调查一下各位女嘉宾啊，我也可以一把时来探讨一下。就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啊，比如说家里什么坏了，我们记得都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呀，就叔叔伯伯，基本上都是男性啊，会把这个给修好。嗯，比如说那个什么电视机坏了，可能修一下也修好了，灯泡坏了修，电路断了短路了也能修好。你们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说会这些东西啊，是不是特别有魅力？嗯，觉得有魅力的举手。都觉得有魅力。那平时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谁先来？小奈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感觉特别容易那个保险丝断掉，然后就是如果白天的话我会叫物业过来修，然后有一次是半夜吧，大概已经就是快一点钟了凌晨，然后又夏天晚上就突然灯啊然后电风扇空调都停掉了，然后我就觉得特无助，因为打物业的话物业也不在，然后也找不到人来修，然后就感觉那个晚上过得特别的恐怖。然后我觉得如果身边有这样一个男生可以修的话，觉得应该很温暖。哎，关键问题是现在即使有男生，你要找到能修的还真不容易。真不容易。现在你随便找一个80后90后，你要是家里说保险丝断了，他还不知道保险丝在哪儿呢，格子都未必找不到。当然现在装修也不一样，都是隐蔽式的，对吧？不容易的。不像以前门口木匣子一打开里面就是保险箱，对，换一个保险丝换着去。其实我觉得现在遇到的都是以前情况，现在其实家里很简单，对，一般也不会保险丝断掉，都有一个空开，就是空气开关，它无非是跳了以后你拨一下就上去了，也不需要男人了，很简单。不需要男人，那可不。地方他说他是那种推的那种闸嘛。啊，那是以前了，是吧？好的，我们下面进入到男嘉宾的第二段微讲。我父亲在病重的时候，然后赶回家去，然后见了我爸最后一面，然后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我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我们兄弟几个都结婚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外面，然后经人介绍嘛，就与他结婚。结婚之后还是回到了杭州，在反正每年回去大概回去一次吧，大概过了几天，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了，基本上和他相处时间是很短很短的，因为性格方面的种种不合吧，然后与前年和我吵了一架之后，然后我们去离婚了。离婚之后我把家里的房子然后什么都给留给他了，然后我自己嘛，然后就拎个包出来了，继续留在杭州，有了一个6岁的女儿。可能我回去她也不会认识我，因为见面太少了。离婚之后因为我感觉到她，因为我一个人在外面跑带她肯定是不方便的，对她的以后教育什么都不好的，然后我就选择就是留给她了，因为我把家里的所有一切我全部都留给她。我感觉到我是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因为孩子是没错的，所以我选择把家里一切什么都留给孩子了。也许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吧。这一段的信息量非常大，各位嘉宾们，看我之后有什么问题吗？来，小心。我想问您现在对你的前妻是什么感觉啊？你现在心里边？对你的前任的妻子。现在是已经是没感觉了。你结婚多少年？大概是04年结婚的吧。因为结婚，我也没结婚之前就在杭州，然后结婚就回家结了一次婚，之后就每年基本上就回去一次，大概过个几天，然后就继续回杭州来工作。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也问过我的外婆嘛，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是60年的感情，一直都是就是始终如一。然后说为什么你对外公这样的感情是始终如一的呢？然后他说他们那个年代呢是东西坏了是会补的，现在我们好像就是东西坏了就是去换的。那您上一段 VCR 说你是那么能修东西的一个人，那为什么这段感情不尝试去修复一下呢？因为我也尝试过，因为每次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回家在家待的时间很短，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但是在一个星期中间每次我回家都是我去做饭，我去就是洗衣服什么东西，我就在短短几天当中他也就从来不会说做一顿饭给我吃过，但是中间也会说实话，有时候就会吵架吵起来。
来，小奈。我觉得离婚不是错，既然两个人就是一起已经不开心了，如果一直吵架，对孩子的生活来说，其实对孩子的成长的影响反而更大，还不如就是分开之后，大家都有各自能够寻找新的生活，自己的孩子也不用再一直看着父母争吵，真的孩子也会觉得很难过的。所以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吧。下面进入到的是心灵拷问。现在你想起来，你觉得婚姻当中啊，作为女人，她最想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反思过？我想女人最想要的就是一份安稳吧。一份安稳。在家庭当中，孩子最想要的是什么？孩子也是，就是需要爸爸妈妈在身边。对，我想是陪伴。可是遗憾的是呢，你在刚才的描述当中啊，我觉得婚姻当中一个女人最需要的，家庭当中一个孩子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没有给予的。是的，是的。心灵拷问过后，场上的灯是都灭了。为什么会灭这么突然？詹黎，为什么？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回答的话，我就说，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我肯定都会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说离婚就一定是一个翻不了身的事情。离婚的这事儿，你可以把这页人生当中翻过去，但是你要好好去面对这个事情，要好好的总结到底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会不会避免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才是离婚之后对于你来讲你的意义。我觉得还是一方面是他说的把女儿叫身边，另外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面对问题吧，因为所有问题都是你自己去解决，自己去面对的。再见。再见各位女的。我感觉可能他们说的也对吧，因为我人家回去的真的是很少，我可能也是真的是有点不负责任，以后可能会去慢慢会改变过来。好的，请出下位男嘉宾，首先进入他的心随意动。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黄山，名叫胡红日，现在在杭州一家石油设备公司工作。由于家境的原因，我16岁便离开了家乡，跟着我老乡学修理。在接着几年，我们便也曾经也开过店啊，卖过小百货啊，有时候白天开着店，晚上开出去摆摊。嘴角就笑。我呢还比较喜欢养小动物，我现在家里还养了一只小猫，现在还有三只小猫。从前的少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和我哥哥已经在我们老家黄山买了一套3层的门面房。微笑看完，场上呢有3位女嘉宾没有亮灯，子墨和小庆，还有一菲，为什么呢？对不起了，实在没感觉。他太瘦了。太瘦了。对。就反正他没有给我特别有那种 feel， 所以就没有演员。好，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现场是否有女嘉宾愿意补位。从小就尝尽酸甜苦辣，却依然努力的奋斗。我相信这样的男嘉宾一定会更加珍惜生活给予他的每一次幸福。我希望他今天在单身白白的舞台上能够收获一份幸福。那我们把第二现场先举手的3位女嘉宾送入第一现场。有请女嘉宾换位。上场的3位女嘉宾，请亮灯。下面有请男嘉宾上场。你好，来这边。然后，大家好，我叫胡红日，今年27岁，来自安徽黄山。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有缘的我们能在一起，我将用勤劳的双手为你创造美好的幸福。谢谢大家。我还没让他自我介绍，我跟爱情宣言一股脑全说出来，这业务很熟练啊。来，给你测一下你的心动女生是谁。
南亚兵的经历应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啊，自己做修理工，然后呢那会儿也在摆过地摊儿，但是起码经过人家辛勤努力之后，现在也是小有成就，对吧？在家里还买了一个门面房子。来，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小奈。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摆过地摊嘛，然后我觉得男嘉宾特别害羞，然后我那时候摆地摊就很害羞，就不敢吆喝，不敢跟他们说快来看一看啊什么的。我觉得你摆地摊的时候会吆喝吗？我那个摆地摊不需要吆喝，但是如果是做生意的时候，我就抛弃了那个害羞了，因为现在看到你们这么多美女，我有点害羞。当时你卖的是什么东西？当时怎么说呢，我修理嘛，也帮，就修理电动车也帮人家修，也卖过橘子，也卖过。哦，卖了橘子，那你不得说，哎，我的橘子什么多甜啊什么之类的，不得吆喝吗？啊，那个说的，那个还要也是要说我的橘子多少钱一斤啊，都要人家要问的嘛。我就来一段吧，就是说吆喝也是一种艺术，你当时卖橘子是怎么吆喝的？当时啊，哎，我们那里是土话嘛，但是我是在家乡卖过橘子的。啊，那土话也行，土话也行，土话也行，土话才有方言，才有文化嘛。北京的吆喝还是门艺术。啊，那我就是还是用普通话说吧。没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大哥，快来扛一下，扛一下，那橘子便利了，5元一斤。我觉得不好不好，快来看一看，看一看，会吆喝，便宜了，5块钱一斤。是什么？二号给翻译一下。他说大家快来看一看，来看一看，橘子便宜了5块钱一斤，对不对啊？对对对对。我觉得男嘉宾其实你现在也蛮不错的了，我觉得你其实还是有那么点不太自信，我觉得你不要老看地上啊，地上没有美女，也没有钱，也没有真爱，你要看我们女嘉宾啊，你要带走其中一位啊。这是来鼓励的。好的，下面进入到男嘉宾的第二段微笑。我基本上就没练过，但是曾经也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就是他比较那种单纯可爱吧，但由于种种原因嘛，身高我因为我身高不是那么很高嘛，他没有选择我。我比较喜欢那种可爱点的，还有单纯孝顺点的，心地善良点就行了。现在我也有一定的积蓄了，年龄嘛也大了，也想成个家了。家里呢还有一个妈妈，我呢最好是有女方能跟我一起回我家乡，我在那边在县城买个房子，开个店面。如果女方家里父母不放心啊，还有反对啊，但是我们两个人关系又很好嘛，我也可以考虑上女方家发展也是可以的。微笑看完，但是场上的你的一位老乡汪俊灭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汽修这个行业。不是汽修，但是我现在以后我也不会说修，我受不了那种味道。我不是汽修。他不是汽修。刚才在微笑当中和在刚才教当中也提到了，可以到女方家去发展，这个就是入赘吗？可以接受入赘吗？也可以，但是最好是跟我一起回我家乡吧。啊，最好是跟你回家乡，但是情况如果特殊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入赘。丹丹，为什么灭灯？我觉得刚才微笑里面男嘉宾说想就是有那种想法想入赘，我不喜欢就是上门女婿的那种，我觉得有这种想法我也不喜欢。不是，他没说一定啊，就是想也不能想这事儿吗？想也不能想。对呀。我觉得那个男的入赘的话，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中国的话，传统生儿子，对不对？生儿子就是传宗接代的，因为怎么说，可能这边很多人会笑我这种观念，80年代、90年代的人了，可能还会这样想。然后另外一方面，现在有些人入赘倒还是入赘的，有些没原则，知道吧？
他就是很孝顺，很孝顺自己女方的父母，然后自己的父母的话，就是说逢年过节都会偏向女性这一方。然后说他把自己换成是女性的这么一个地位了，就好像女儿出嫁。然后，虽然我也是一个女孩子，但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男孩子。然后我希望我喜欢的男孩子还是说男性化一点。我觉得他这样的话，还是要再传统一点。对，我喜欢还是这样的一点，所以我也不能接受。来，那个宋明。男嘉宾啊，首先说一点啊，其实你能够考虑到女方的感受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但是同时啊，我感觉啊，你说到现在的话，你最缺少的就是一个自信心。其实男人最大的魅力就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自信才是最美的。然后我还想奉劝你一句，就像其实潘长江啊，像身高什么的也不是特别高，但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浓缩的就是精华。其实你没必要不够自信的。他不够自信，我觉得还好啊。我有点自信啊，如果不自信的话，我也不会到这个舞台来了嘛。刚才魏校长也提到了自己有很多喜欢的这个女生的类型。写出很多条件，对吧？是什么类型呢？都是，就是，看见比较可爱的，心地善良的。可爱的，心地善良。你觉得这么多女嘉宾当中，哪些比较符合你的要求？哪些？说起来，说起来也不好意思吧。说一个，眼睛瞪起来说。你就直接说一个，丹丹吧，反正他离灭灯了。对，你就说他吧。啊，我就刚才我来就说，就是我的心爱女神就是你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这叫什么？这叫自信。你是没到那个环节上就直接公布自己的心动女生。你怕他们都灭了？男嘉宾别冲动啊，别冲动，他刚才灭就灭了，只要有你就够了。好嘞，场上的三位嘉宾还留着灯，小奈。其实我一直留灯到现在是想对男嘉宾说一番话，就是我特别欣赏能够自己用双手去创造幸福就是劳动的就是人。然后其实我自己应该说我家庭条件还可以，但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创业嘛，其实我可以自己过得更轻松的，但是我总觉得应该要自己去创造，而不是靠爸妈给的。我觉得反正我就是非常欣赏能够自己吃苦，自己创造这些幸福，用自己双手创造的幸福会更加的珍贵，会更加珍惜。我觉得男嘉宾会是一个珍惜这种以后幸福的男生，所以我支持你。谢谢。但是我觉得你能找到你的幸福，但是这个幸福不是我，所以对不起。我希望就像刚才立波老师给你开导一样，在你自己的排序当中，品德第一位，经济基础第二位，身高才在第三位，前两位你都已经拥有了，所以说你具备了自信的条件，希望你以后自信点。谢谢。再见。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相信每一位女嘉宾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一段缘分。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男嘉宾、女嘉宾以及我们的立波老师，谢谢你们。同样感谢无锡风博服饰及卓胜大酒店提供的牵手大奖，各位可以登录到三生白白的公视网的网络专区进行报名。同样也要感谢世纪佳音网、百合网、中国红娘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可以关注三生白白新浪微博的官方微博进行互动，也可以登录到波士网以及十二大视频网站观看节目的网络版。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恋爱奇艺，三生白白，下周再见。他干嘛说什么丑女？我跟男嘉宾是个智慧和哲学观念的事。他已经把我 pass 掉了。我女儿就是用这样的小泳衣的。你的衣服不搭裤子，裤子不搭鞋，反正就一字驼。能把女人给逛晕的男人，有女人给他上过课。